齐齐湾冬季的丙叉叉，本来呢，在这丙中洛的朋友的客栈里，怒瓦客栈啊，也休整了2天，这个精力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想继续前行的，但是朋友家突然间出了点事，啥事呢？给到我看一下。嘿，太子，这是朋友家的一条。过了古稀之年的一条狗，现在有15岁了。最近就这2天，发现它长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肿瘤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里面。那这不是我啊，我说它。然后我们决定今天晚上送它去宝山宠物医院去看一下，就决定如果这个肿瘤可以医治，那。就可以有进一步的打算，如果不行，实在没辙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有可能会考虑安乐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生老病死一个悲伤的故事，万物就都有灵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宠物也有生老病死。哎，大爷，给他洗完澡，洗完澡才能出门。这个给他洗完澡出远门啊。看一下这个嘴巴，洗得干干净净的哦。太子上车，等一下，狗大爷要去看病喽，我们开启一趟狗大爷的看病之旅，在大雾弥漫中前行。太子就睡着了。明天早上我们估计就到宝山了。对，他一睡醒就到宝山了。前面塌方了，停了一辆警车，就不方便拍，直接给大伙说。我们现在问一下能不能过去，因为那个拉了一条警戒线。怎么样？车能过去吗？走不了，大门都锁了。啥大门啊？那底下有个一租房住的，桥头那里有个大门。只能等这明天开通了。这车太大的烦恼来了啊！这个桥太小了，这个塌方路段过不去呀，只能绕道啊，绕到这个小桥里。这个踏板不行啊！哎呀，过不去呀，车太大了。车大的烦恼体现出来了，谢谢了啊！哎呀，真是最后的倔强呀！哎呀，终究没事没能过去，等塌方清理好再走呀。啊，谢谢。一路波折，还得坐个庄。走完后山，开始等塌方，总算通过啦！冲呀！萨姐牛逼呀、啊！乡下人进城看到啥都挺好奇，挺新奇的。深山里进城不容易啊，总算到了宝山。来来来，太子，我们到了。经历过一夜1天之后，总算到了大城里的宠物医院。这深山里的孩子进城看医不容易啊，折腾这么久。我觉得说是什么中款，肯定不对啊。中款嘛是摸得准的哈。好大一块啊！东西也吃不了吗？吃的。就给他抽血，他还挺乖的哦。就像照顾老人家一样照顾老狗家。用的烟土，这个烟整的话是，始终就更不好判断了。反正这个系统嘛是有相对高，这个年纪有点高的是算是老年病了。算是老年病，但是要是眼睛、耳朵的这个
梦见整整黄石，这是找摄像机上他砍了嘛，就是这听着有点眼睁。那是昨天边上的，他就冲着，他冲着了。昨天脸也肿，但是没见他肿的大。不是。啊。不是水的。眼睛实在看不见了，但是眼睛扔一点石发。给他擦了一天，擦好几次，就是很快他就眼神很那个。就是因为这耳朵发炎了嘛。咱朋友杨春在诊所里面已经哭了好几回了，人都有生老病死，别说宠物了，所以在生老病死面前，这语言太苍白无力了。和一起来这里算是有点好处吧，这旁边至少还有一个人在旁边。没想到以如此的方式提前来到宝山啊。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呀来。到家一泼尿。得了，送回家了，到家了。太子殿下，这找不着家吗？到家了啊。来，太子看一下你的嘴，好像是消了一点啊。不知道这是好症状啊，还是不好的症状。从丙中洛到宝山，然后再从宝山再开回来，坦途八缸的车，这光烧油就烧了1000多，特别感慨啊。反正就是，你说。无论是人也好，还是这生灵也好，都有生老病死。他朋友就是也有很多宠物医生嘛，有一些是他之前在老家的一些，都是那种叮嘱的，好吃好喝的，然后怎么怎么样。在最后一段时光，这回来路上他也挺开心，就是那个嘴巴消肿了很多。也希望能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是毕竟对于狗来说，15岁已经是很高龄了，特别希望喜欢宠物的朋友，不仅仅是因为好玩，因为对于一个生命来说，意味着负责到底啊，陪伴到底，不是觉得哦，好玩的时候觉得能这个。狗啊或者猫啊还怎么怎么样，但是一遇到生老病死这四个字，离不开这四个字的时候就觉得养宠物怎么这么费劲，怎么怎么样，唉，是吧。你就包括我们对待这个亲人父母也是这个也有生老病死的。就像这个曾经好几年前我妈走了，也是反正一样的。生命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那就珍惜当下，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，走自己想走的路，追自己想追的梦，别这个蓦然回首，留下很多遗憾，真的。走吧，期待下一趟旅程吧。